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前段时间一档亲爱的 Red 大受欢迎，成为了当下的爆款电视剧，俨然剧中男主李现一下子就收获了高人气，成为了国民男友。这部剧可以说是今夏最甜的一部剧了吧，有种霸道总裁爱上萝莉的感觉，让人很有看下去的欲望。外表冷酷的韩商言在杨紫饰演的童年面前还是十分可爱和逗趣的，反差萌的表现让人不自觉地吸引其中。李现现在可以说是因为这部剧真正大火了起来呀，当中杨紫饰演的角色主动追求李现，甚至喝醉向其索吻，但矜持的李现并没有让杨紫得逞。然而再次告别上，杨紫就转身偷亲李现，而这一下也是惹恼了李现，并立马发飙凶杨紫，你再亲我一下试试。看到这么凶的李现是非常罕见了，而杨紫也被吓到蹦出了一句话，表示那就不亲了。听到这句话加上杨紫的表情，可以说真的是太搞笑了，不过看得出来他们是在开玩笑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